为了感谢国军弟兄在凯米台风过境之后挺力相助，连续七天派出超过400位官兵协助恢复市容。市长魏家彦特别亲自拜访了驻军部队，除了颁证感谢状，也送上一批运动饮料，感谢官兵弟兄们守护家园的辛劳。七月底，凯米台风过境，强烈风势夹带豪雨，在各地陆续传出灾情。国军除了在第一时间挺力相助，出动部队协助灾害前市区域民众撤离，在灾后更是连续七天派出超过400位官兵协助恢复市容。市长魏家彦在日前则分别拜访陆军花东防卫指挥部及花莲县后备指挥部，除了颁证感谢状，也送上一批运动饮料，感谢官兵弟兄守护家园的辛劳。那在这边也颁证我们的感谢状，谢谢我们的余文正将军吼，那以及我们所有的各级的长官。那在此刚刚也有闲聊到吼，那未来我们将密切的跟如何来做天灾或是一些我们教育的训练，看看未来如果有发生这样的一个灾害，我们要如何更密切的来做一个配合。台风过境，花莲市满目疮痍，国军单位携手地方政府齐心守护家园，也充分展现军爱民、民爱军的精神。记者徐立勤，花莲市报道。